Hello，大家好，我是 Brian 啊。现在我在这个瓜拉古波的一个叫 Bitcoin Resort 这边啊。今天是星期六啊，也是一样周末，带着我的老婆还有孩子来这边2天1夜的旅行啊。看到吗？给你们看看这边环境，这边环境是不错的。这边主要是玩那个热水啊，来度假休闲休闲这样啦，就是它有那个自然的热水，还有瀑布啊、小流啊、河溪那些东西，看到吗？好啦，我们先去 check in 我们的那个酒店先。停好车，把车停在这边，然后现在有这个buggy载我进去。带进去 check in，把老婆孩子丢在里面了。现在我们要进去 check in 先。这边有个 group 在这边玩啊，是我们一般朋友来玩啊。哎，到了到了，就是那么靠近。到了这边，老婆孩子在那边 check in 先。现在在 check in 房间，这里是他的吃东西，就是啊，地图。check in 好房间哦，现在我们去，现在 buggy 载我们去房间。走走走，上车上车，来去跟妈咪坐快。你跟妈咪坐，嘿嘿。OK，上车上车，现在我们带我去。Hot spring 啊？Hot spring 啊？哦，ini macam saja lah. Hot spring, bagi tujuh malam sampai pukul 10. Kalau hujan kuat tak boleh main. Okay, faham. Dia memang natural punya hot spring ah, bukan you orang masak punya, bukan ah. Itu natural punya. Oh, memang natural ah. Then go back man. Ini untuk apa bang? Chill saja lah, relax saja lah. Suka suka boleh duduk ah, boleh duduk ah. Oh, itu orang lain, itu oh Elliot ah Ina. Oh, faham faham. Oh boleh main punya. Oh turun sini lah. Oh okay okay faham. Oh okay okay faham. Ada itu minimal minimal. Minimal ah. Oh. Ini panggil room wages. Ini. Banyak ini untuk banyak orang punya. Nah, ini satu bil berapa? 5-6 orang. 5-6 orang. Faham faham bang. Okay, so ini dining ya, tempat makan. Oh, ini tempat makan. Oh, okay. Di sini makan. Semua sini. Semua sini ya. Sekarang boleh makan? Sekarang tidak. 3-4 saja kan itu tea time. Wah, kita ini apa? Wah, kita ini apa? Sekarang. Harus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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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吃饭全部在这边，差不多是这边。哇，这边很美一下这个。啊，我们在这边啊，也是不错啦。应该是这边。啥呀，兄弟啊？好像有一个。哦，也是一样啊，也是没有 OK 啦。这个没有对。对到看到前面吗？是。这个没有看到什么？哦，OK OK，我来吧。Okay, thank you, brother. Okay, thank you. So sekarang boleh main apa dulu kalau?
advice. Sekarang pergi itu sungai boleh itu. Sungai pun boleh, hot spring pun boleh yeah, macam yeah, yeah. tu. Enam makan macam tu sajalah. Yeah, yeah, yeah. Okay. Itu yeah. pak mana itu 8 punya? Baik itu tadi itu check in kontak belakang sana. Tadi check in punya belakang.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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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Wah, banyak jauh weh. Ding房间。敲。Zoom. 来进来先。哦，上不了啊。他的房间。他的房间全部没有很大啊，看到完了没？看完了。开完了啊，张安。这样开完，开两个。加完了，开完了。哦，他被蒙了，过来。这个在拍照了，一来到就拍照。快点，哎 ，Hello， 咦，快点开着没？我们要出去玩了，现在去玩热水。我这边是 dining hall， 这边吃东西啊，下午茶，下午茶这边。哦，下午茶，下午茶，还有个蛋糕。可能我来的时间晚了，所以没有什么吃了，夹一个蛋糕给我女儿吃。还有个马铃薯炒面，吃一点炒面呢、啊。哎，好了，拿一个炒粿条、蛋糕、红豆水，吃东西先，吃东西。你吃什么？你吃饼饼啊？啊？水啊。哎，这边吃下午茶也是很 chill 一下。啊，这个好吃。啊。哪一个好吃？这个，对。现在吃饱了，吃了个下午茶，现在真的是要去玩水哦。看哪里有水玩啊，都不会啊。这边，这边你说小也不小啊，蛮大一下。这边都是你看，一些那个什么，住的地方啊，全部都是。哎呀，要背着这个小娃很重啊，就是开玩笑，叫他自己走路又不要走。啊，那边玩水，那边玩水。哇，我们走到来这边了、啊。这边是一个很美的景点啊。这条河是自然的，不是挖出来的，自然河流，自然的河溪。哇，这边很多人在玩水。等下我们下去看玩一下，冷不冷？哎，景燕。怎么？不怕。你没有怕、啊。啊，好怕啊！怎么不怕？你看不敢动。哇，看到吗？你们很爽啊，这边。哎，这么肥都不会掉下去啊，不怕啦。谁来玩都可以撑得住啊，这个网。我怕掉下来，我们两个。来来来。哎呦！干嘛会讲 hello？ 这个不是睡觉了 ，hello， 这个不是睡觉了，这个是玩的。哎呦，咚咚咚咚！哎呦，不要推我！很恐怖啊！这个可以弄很重了，看看妈咪。哎妈，看这里，看你头发晒干啊！看妈咪。哎妈，看这里。香耶！香。哎呦。这边就是玩着水的地方啦，这边有厕所可以换衣服。哦，这边是水，它可以玩到十点晚上啊。这边，哎，要换衣服啊，你去换呗。我换好了。哇，那边有人上去，想想我们找一个位置先。也没有很大啊，也没有很小。啊，好不容易有分了，这个很高啊，哇，那个很高哦，哇，那边很多人，哇，这边很多人啊，啊，是要这样子罢了，也是可以，玩那个也可以啊，去玩那个 ，OK OK， 哒哒哒，哎呦，很滑，看，哎，谁？
现在这边玩热水啊，它的热水有分最热然后不热，这个是温，然后也有这样热再不热。啊，快点拍多多给你回去看，拍多多回去给你看，拍手拍手，耶！嗯，啥啥？嗯，妈咪来了，妈咪，算很滑了啊。来，抹眼睛，宝宝抹眼睛一下啊。这么你眼睛，哎呦，你看你的眼睛哪里给人家打到这样？看，去哪里给人家打到？很多人了、啊，现在差不多六点钟，我们下来看这台。好不好玩？好玩，讲好玩。没有牙齿。没有牙齿。哎呦！哎呦！哎呦！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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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他发烧啊！玩很久了哦，这个 video 全部是你哦，人家看到显了哦。OK， 玩完了，哎呦，打气了，够力了，够力了。现在回去准备，因为六点半这边有晚餐了，现在回去冲个凉，就出来吃晚餐了。走了走了，哇，这边的屋子也是很美啊，租到这些也是美啊，但是我们人少啊，租不到啊，如果是一般朋友来玩就美啊。很小间罢了，看到放完东西很小间，很暗啊房间，所以拍到没有很清楚。哇，现在差不多晚上七点啊，房间外面这边好像有那个火炉啊，起火了一下，我这边应该有那种吃喝应该有吃喝玩乐的这边。我外面就是这样了，这些全部都住满人了。今天这边真的是很难 booking 一下了，很难才可以 booking 到啊。所以要来玩的朋友啊，可以提早一两个月 book 啊。有时候早一两个月都未必 booking 得到啊，我是刚好遇到，很幸运啊，刚好遇到有空的房间罢了，不然都是预定不到这边。好了，现在我们要去吃晚餐了，现在晚餐他们开始了，再不去吃他们就收了那晚餐，等下吃不到了，我们先过去先，行耶。你玩什么？哎呦，你玩水啊！等一下你给妈咪憋咯。哇，这边晚上应该有起火啊！这边晚上他们应该起火庆祝。好了，现在我们去吃东西先。来，快点讲，跟大家讲 ，Hello， 我们去吃东西了。现在晚上七点半都要来这了。走了，走了，去吃东西了。Let's go， Let's go。吃晚餐好多人啊，但现在晚餐有什么吃？我这边还有 ice cream 吗？现在晚餐有什么吃？哇，好多菜啊，好丰富啊。鸡腩是吧？都是鸡和鱼啊，应该他吃了那个什么拜，现在回去睡觉，给这个小蛙睡觉。啊，这边晚上也是很美啊，看到吗？
现在晚上也是美啊。那我开始学法了。哦，够力啊，够力啊！然后你的街也是污油肮脏了，哥。够力啊，够力啊，坏蛋了。哇，你看一下这边也是美啊。哇，知道吗？哇，这边。晚上特别美啊！这边的吗？啊，这边上去就是我们的那个酒店了，我们的房间。哇，这边有人租这个萤火会啊！这个萤火会要钱的，好像一场500多块了，然后可以给你容纳40个人。不错一下了，如果是大班来可以这样啊。好了，我们先回房间休息。现在晚上啊，找了一辆车载我们过去那个外吧那边，这边有个外吧，看不到什么，暗暗的、啊。哇，这些也是免费坐了，下午说这些坐子免费。在那个罗比那边的、啊、哦，这里就是他们的外吧，也是很美一下。外吧，这边可以喝酒聊天呐、啊。没有什么人了、啊，我们就不坐了，还是走回出去了。早安，早安，现在第二天早上了，在 Bitcoin Resort 这边呐、啊，现在要去吃早餐先。吃了早餐回来冲凉收拾，然后我们要离开这边了。啊，这个坏蛋呢昨天哭咕咕哩啊，谁哭晚上哭咕咕哩。喂，摇头点头啊，好不好吃？好吃点头。再吃早餐，吃完了我们就要回去冲凉了。好吃吗？不好吃啊！不好吃，不要吃喽。哦，很多板凳啊，多板凳啊。回家了，现在去 check out 酒店了。爷爷，拜拜。讲 hello， 快点讲拜拜啦！来讲，我们玩了两天一夜喽，要回家了喽，回去做牛了。这个路没有什么看头。好了，这次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拜拜，我下一次见了。拜拜，大。拜拜，讲拜拜，快讲拜拜。他有拜拜啊。Thank you.